一名在匈牙利求学的台湾女留学生五月中旬传出疑似因为感情纠纷遇害，外交部今天证实有此事，强调已经协助家属办理遗体运送等后续程序，而家属在26号已经搭机返台。根据匈牙利媒体的报道，警方13号在一栋公寓发现两具尸体，女性死者是来自于台湾，男性死者则是她的男友，研判是一起情杀的案件。外交部证实有此事，也对此不幸事件感到难过与不舍。